原地左右，接出午夜地道轰陷贼城十余丈，被该逆强堵，我军伤亡300余人。此进一中之事，城内多百战之寇，阅历极多，岂有不能强堵缺口之理？苏州先父金陵自遥遥无期，地切不必焦急。古来大战争，大事业，人谋仅占1/3，无意横居1/7，往往积劳之人，非及成名之人；成名之人，非及享福之人。此次军务，如克复武汉、九江、安庆，积劳者即是成名之人，在天意已自然十分公道。然而不可是也，吾兄弟但在积劳二字上着力，成名二字则不必问及，享福二字则更不必问矣。后安兼请回籍养亲事籍，只得允准，已于今日待奏，苗匿于26夜擒斩，其党西行投诚，凡寿州、正阳尹、上下蔡等城，一律收复，常怀指日肃清。真堪庆幸，帝近日身体健否，无所主者二端，一曰天怀淡定，莫求速效；二曰谨防元贼，城贼内外猛扑，稳慎御之。同治2年11月12日。